大家好，我叫林默，来自义安音乐社，籍贯是重庆，年龄是16岁，身高是170，身高是176，年龄是初三，年纪是初三一半。这个个人技能呢，我会介绍很久，因为它实在是太多了。我觉得个板子可能不够写，很美，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么长，才能够写得比较完美。现在介绍一下第一个，第一个就不用讲，就是 long leg English long leg， 什么意思呢？对，腿长。为此呢，我还特地准备了一下，我们的服装姐姐借了一下。大家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来看一下。这腿长呢，可以其实。看着啊，这边是一，那下面的话，我的天哪，2米多，哎，这个腿真的是有点太长了，所以呢，这也是我的一个个人技能。第二个就是戏多，戏多上面有一个100，就是我是100%有戏。为什么会这么讲呢？因为整个公司的人都在吐槽我是个戏精。在这里我再说一遍，我是公司里的戏精，对，但是我是戏仙，比戏精要开心一点，知道吗？戏精那是因为他成精了，天天看一些不好的东西让他成精。我是戏仙，我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叫戏仙，所以我这个要改一下，我要把多字去掉，仙，因为最近修仙小说翻的比较多。好，拍照就很简单，再给他，我可以给大家就是说一些拍照的小技能，怎么拍你这个照片才会好看。很简单，你需要把这个板子转过来。拍照呢就是非常简单，对，有点冷，但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借鉴一下这个拍照，就是因为这个梗特别好玩，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拍照。是拍照不是摄影。然后这个是毒舌，就是毒舌是一个什么样的技能呢？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毒舌是你吐槽别人特别厉害，但其实并不是，就是你在说别人的时候呢，你先喝一瓶毒药，你的舌头上面沾满了毒素，叫毒舌。然后最后叫狂暴打架，100%赢，就是没有打架叫狂暴，就是我发飙的时候打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林佳浩，你过来一下，快，你把门关上。啊！痛没有？师傅，我怎么了？出去！这叫狂暴打架，就是我发飙的时候，出去。等一下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就是天使之音。天使之音为什么叫天使之音呢？因为我觉得我的嗓子是天使赐予我的一个好的东西。可以给大家唱一下一首比较难唱的歌曲。那就是青藏高原。好了，我还是来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唱歌。如果真的某天一切都会了结，如果忘了曾经青春热血，如果你消失在烟火人间，20年后很难热情不灭。其实也很真。不行，我今天没有开嗓，唱的都不是很好，因为毕竟对于选手来说还是要保留实力的，要不然大家知道你的底牌之后，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特长了。然后其实还有个特技能，我一直都是把它埋在心里面，从来没有跟大家炫耀过，就是会 B-box。 谢谢大家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是自愿参加
易安少年成长计划。对，